江上城隍古镜中，城边山色翠屏风。鱼虾接海随时足，稻米莲湖逐岁丰。北宋诗人王令的这首诗，描绘了一座滨水江城的秀丽风光。对王令颇为推崇的王安石，也曾在这里高亭笑语如昨日。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徐霞客称这里人与梅花一样清。透过华夏文明的曙光，汇聚炎陵古意、春深旧风的风采，楚风无语涤荡出忠义之邦的不屈灵魂。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桥头堡，江阴天堑望无涯。这里是渡江战役的奇迹地，天翻地覆凯尔康。日出升海平，霞落半江明。这里就是物阜民丰、人文滨盛的江南明珠江阴。在这块天下第一墩石刻的身后，是江阴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它是目前所知纬度最北、距长江最近的良渚文化高台墓地遗址，并被评为199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誉为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国家文物局曾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而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的高城墩，是太湖西北平原上良渚文化遗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99年冬，众多来自南京博物院、无锡博物馆和江阴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聚集于江阴市西北方向的高城墩村，进行一次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那我们这个遗址呢，它还保留了14个墓葬，还出土了那么的精美的器物。就是说，那我们环太湖地区中心无疑是在浙江良渚那边，那我们这边已经偏北了，那也能出等级比较高的这种高台墓地。第一，填补了一些历史的空白；第二呢，就是也对当时的文化有了佐证。经过数年发掘，14座大中型良渚文化墓葬发掘面积达到1157平方米，共计出土文物232组369件。令人欣喜的成果震惊了考古界。通过这次抢救发掘，江阴把高城墩遗址较为完整科学地保护了起来。一眼千年，光阴似箭，高城墩遗址的部分出土文物安静地陈列在江阴博物馆内。而在这里一同被收藏展出的，还有出土于江阴的从南宋到明代的众多金银器。这件1972年出土于江阴长泾九房巷古墓的明代楼阁人物金簪，是古时江阴女子发饰中甚为难得的精品。这件金簪采用了焊接、蕾丝缠绕等工艺，在10厘米的空间内营造出了亭台楼阁、树木人物，令人叹为观止。明代金银器是江阴博物馆内展出藏品的重头戏。随着明代江南经济的发展，江阴民间的金银手工艺制作盛极一时。
百工兴盛的江阴可谓博弃小技，皆得著名。从江阴齐头山大型聚落遗址出土的早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釜类炊具、黄类玉器，到江阴各地出土的明清金银器物，七千余年的人类生息史，铺陈出一幅文明灿烂的江阴画卷。蔚为壮观的图景中，是江阴历史的绵长与隽永。地处长江下游的江阴，距离长江现在的东海入海口有230多千米，但江阴自古便被称作江为海头之地。那时当长江流过江阴黄山段后，江面骤然开阔，形成了江海相接、潮平沙嘴末、霜苦雁声残的壮丽景象。这块矗立在江阴鹅鼻嘴公园江边的江尾海头石碑，仿佛仍在遥想“济阳城北接洪流，上是江尾倚海头”的沧桑过往。清代文学家赵翼这句诗句中的“济阳”是江阴的古称，这个名称源于公元281年，西晋在此设置济阳县。而江阴建筑文字的记载却更为久远。春秋时代，这里地属吴国公子季札的封地延陵，与季札同时代的孔子对这位长辈推崇备至，他对季札贤者至德、以义正人、克己崇礼的封赏盛赞尤佳，并亲手书写了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的著名十字碑以为凭吊。而到战国时期，江阴又迎来了战国四君子之一楚相黄歇。封号为春申君的黄歇，在江尾海头的江阴开河拓港，开发农桑，繁荣商贾。如今江阴城乡的君山、春申路等许多地名都是以他命名的。中分吴越大江流，君自东归我上流。延陵古邑虽已远去，春申旧封的石器牌坊仍印刻着江阴的古老光阴。公元555年，南朝梁在这里设置江阴郡，这是江阴得名之肇始。而在公元589年，隋朝废除江阴郡，将凉风县和历城县并入江阴县，属苏州管辖。按照中国传统，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江阴地处长江之南，故而得名。据《江阴志》记载，大江自京口来，尾折而南，浩漾澎湃，势意壮岳，数百里俱为澄江之区。现在江阴主城区的澄江街道由此得名，因而江阴也简称为澄。北宋时期，江阴属两浙路常州管辖，这时的王安石求守江阴而未能如愿，却留下朱熹鱼蟹之诗句，被江阴人代代相送。素有江海门户所行要塞之称的江阴，是长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它北枕长江，南进太湖，港城相依，腹地宽广，早在唐代就已成为长江下游南北漕运的中心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埠。1987年，
撤县设市的江阴成为长江下游新兴的滨江港口与交通枢纽城市。虽然江尾海头的地理位置早已随着地质的变迁不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是一颗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人文昌盛的江上明珠。日军沿江而上，欲捣国都南京。此时此刻，坐拥黄山炮台等一系列防御工事的江阴，便成为了拱卫国民政府的桥头堡。有着枕山覆水、水环峦拱天堑之势的黄山要塞，从明朝崇祯八年开始就修筑炮堤，后经清朝历代增修，这里成为长江的重要门户。淞沪会战这个以后，在我们江阴建立了水下封锁线，就是沉没了43艘军舰和旧的商船，还有185条民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有国民党海军的第1、第2舰队在这里防守。后来就发生了这个，从8月16号起，一直到这个10月底啊，就是几个月中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海空大战。为了拿下江阴要塞，日军集结了海陆空三军20余万人，准备强攻。别无他法的国民政府从各地调来220多艘军舰和商船，将他们沉入江底，借此封锁江面，阻止日军的水陆进攻。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依托黄山要塞的有利地势顽强作战，打掉了日军20架飞机，击毁击沉数艘日军战舰。在将近4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在一段时间内保证了江阴以上长江航道的畅通，为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1937年12月2日，江阴全境沦陷。为了报复坚决抗日的江阴军民，日军在江阴进行了罄竹难书的屠杀与掠夺。王平芳是江阴市史志办主任，多年以来整理研究在那场大屠杀中存留下来的资料，成为他的主要工作。把我们江阴城夺去以后呢，就在城里进行了3天3夜的杀人放火。那么给他杀的人，这个最后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重新做过登记，是20000多人啊。整个江阴城基本一些商号啊，基本都毁掉了。面对侵略者的屠刀，江阴人在这片忠义之邦的热土上，同全国人民一样，进行了威武不屈的抗日救亡斗争。江南抗日义勇军专门派人制作了我们这一地区的抗日形势这样一个资料情报，然后派人就是送到茅山，后来呢有诚意这个亲授江南抗日义勇军这个第3路这个旗帜，那么就回到我们城西地区啊，进行这个抗日斗争。随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江阴的日军也于1945年12月1日缴械投降。不做亡国奴的江阴人，将忠义救国的情怀刻写在了黄山炮台，也浓缩在了黄山脚下的江阴渡江战役纪念馆里。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做出重要贡献的江阴，以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在历史长廊中人文荟萃，熠熠生辉。公元1587年1月5日，江阴的一户耕读世家迎来了一位千古奇人的降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山水的父亲为他起名徐宏祖。可这位奇人并未如父所愿考取功名，宏阔祖业，他以徐霞客这一留存四方的名字为世人熟知，流芳百世。也许是应了侠客这一名号，还是少年的徐霞客就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目苍梧的旅行大志。江阴市徐霞客研究学会的唐汉章致力于研究徐霞客多年。徐霞客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所以说到徐霞客的成才，就必须要讲的他母亲啊，他鼓励自己的孩子说，你这个要很好的读书啊，要这个很好的做人啊，哎，你要这个就要自在千里。后来徐霞客就要选择了啊，抛弃仕途啊，我要去考察山水。当年登临江阴君山的徐霞客，看着滚滚长江天际流，不禁豪情澎湃地产生了溯江考源的想法。为了理想，21周岁的徐霞客带上母亲做的远游官，离别家乡，踏上征途。他芒鞋竹杖，行游天下，其足迹踏遍了今天中国的19个省市自治区。徐霞客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旅行考察上，他对山脉、河流等地质和地貌的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30多年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中的徐霞客用印满脚步的笔墨写出了这部长达60万字的传世杰作《徐霞客游记》。地理方面的比较对喀斯特地貌，也就是岩溶岩洞的考察这个方面他的学识性是非常高的。那么他在对于长江黄河还有其他的北盘江、南盘江是吧，岷江、横斗江进行考察，考察目的干什么？长江，找江源呀。1636年，49岁的徐霞客没有忘记当年站在家乡君山怀有的理想，开启了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次出游。此次远行的目的就是考察长江源头。长途跋涉了2年多的徐霞客，拖着病体翻山越岭，终于见到了梦寐中的金沙江。他在《溯江纪元》中明确地写道：“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第一次提出金沙江是长江正源，纠正了流传上千年的把岷江作为长江正源的定论。然而完成夙愿的徐霞客体发疹块的病情日益严重，对他敬重有加的丽江穆氏土司派出8个大汉，历时5个月将徐霞客抬回了江阴老家。1641年农历正月，徐霞客在家中与世长辞。临终时，他说自己只是一介布衣，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凭一己之力游历天下，虽死无憾。如今，江阴建有徐霞客旅游博物馆、徐霞客文化博览园、徐霞客小镇，
前来缅怀者络绎不绝。在江阴徐霞客故居，这株茂盛的罗汉松据说是徐霞客当年亲手种下的。故居一隅的坟茔里，徐霞客已经长眠了370多年，但徐霞客传奇的一生与他献身科学、尊重实践、勇于求索真理的精神，将如同这翠绿挺拔的松树一样，长青于世，万代流芳。2003年的一天，一场名为《天华之声》的中国民族交响音乐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各位来宾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良宵。这场大型音乐会的主旨是纪念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刘天华是江阴澄江镇人，物华天宝、崇教礼德的家乡使他从小就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接受熏陶。1912年，17岁的刘天华跟随哥哥刘半农来到上海谋生。在此期间，他加入万国音乐队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并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而后来，他却成为了国乐大师和中国现代二胡艺术的奠基人。新文化运动呢，实际上都是留洋的概念。音乐家实际上最终挑战的是他自己，所以呢，往前不断前行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呢，只有他自己知道。1914年，刘天华回乡任教于华城小学，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音乐教学生涯。没想到第二年春，他的父亲病逝。心境悲伤的刘天华随手拉奏二胡排解苦闷，便产生了《病中吟》的旋律。后经反复修订多年，巧妙吸取西方作曲技巧，在哀怨的申诉之后，又道出了憧憬光明的人生理想。此曲成为中国二胡历史上第一首由作曲家创作的二胡独奏名曲。1922年，27岁的刘天华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国乐导师的工作。后来，他又任教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他开创性地把二胡列入高等艺术院校的正式课程，还根据西洋乐理对二胡进行了科学革新，将二胡的音域扩展到5个把位、3个8度，大大提高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学习西方音乐一种技法，这是对的。刘天华先生更注重的呢是一种就是练习曲式的，主要是音准啊、指法的规范化啊、工指法的规范化，把它就慢慢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不是完全照搬的。1927年5月，刘天华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决心要使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他反对以西洋乐来取代国乐，主张在守住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音乐的长处，对国乐做深入的改进，使作品既具中国特色，又富于时代精神。1931年春，刘天华创作了二胡独奏曲《光明行》。他说，因外国人都为我国音乐萎靡不振，故作此曲以正其物。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乐曲气势恢宏，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全曲讴歌了追求光明的勇士和他们所追求的光明。《光明行》这首作品发表于1932年，也就在这一年，刘天华在北京天桥收集锣鼓谱时感染上了猩红热。
年仅37岁的他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如今在江阴博物馆陈列着刘天华的《光明行》《流水》等曲谱手稿和他生前使用的乐器，刘天华创作的《空山鸟语》《良宵》等10首著名二胡曲和多首琵琶曲，共同成为了中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曲谱传声，琴音犹在。自2007年开始，江阴每隔一年就举办一届中国江阴刘天华民族音乐节，一场又一场纪念刘天华的音乐会不断上演，名家云集，盛况空前，表达着人们对这位中国民乐改革先驱深深的敬意。刘天华，一个被中国音乐史永远铭记的名字。今天当中国民族管弦乐大步迈进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时候，当中国民乐团在诸多国家引起叹服的时候，人们没有忘记，是他用一把二胡拉动了国人奔涌的情感，也拉近了中西方文化的距离。一江傍海的地理位置是江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的基础，但是江阔水深的长江在带来航运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阻隔交通的弊端。1999年，历时近5年建成的江阴长江大桥竣工，这是我国第一座跨境超过1000米的特大型钢箱梁悬索桥，在当时已建桥梁中居中国第一、世界第四，是20世纪我国桥梁工程建设史上新的里程碑。在这里程碑上，就有江阴当地一家钢丝绳制造厂家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以此开启了企业技术转型的历程。当时的钢丝绳领域在中国市场上几乎是为零啊，然后我们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啊，这个一路发展过来啊，到了90年代的时候，已经成为中国钢丝绳出口的一个主力军。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外大型桥梁建设的兴起，桥梁所需的钢丝与缆索成为了金属制品领域的新贵，但是这一领域却被国外产品所垄断。如何在江阴长江大桥建设中使中国的缆索成为主角，是周建松和团队努力的方向。周建松及其团队所在的企业前身是一家生产捕鱼用麻绳的合作社，要想生产出悬索桥所需的钢缆，面临着种种技术上的挑战。它是比较好的体现钢材本身质量的一个技术参数，就是说到底就是钢丝，它你本身不受力嘛，那么它扭转呢，其实是体现了钢丝的内外部那个组织和性能。江阴长江大桥有2根直径近1米的竹缆，吊住总重量达23000吨的桥面，而这2根竹缆自重就有8400吨，由169根索骨组成。由根根缆索吊起的江阴长江大桥，宛如一架巨大的竖琴，演奏着时代的强音。随着自身技术日趋先进，标有中国制造的缆索不断出现在世界桥梁建设的舞台。但是如何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成为周建松团队的目标。2014年底，由周建松团队所在的钢缆企业牵头的国际新标准立项。这2个标准呢，其实在过程当中是立项的过程当中是投了3次票，因为悬索当时第一趟立项投标就没过，然后呢我们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呢，像桥梁缆索就已经出版了这个标准，到最后的阶段，英国跟比利时联合起来投了我们的反对票，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当时制定的扭转次数太高，可能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它达不到这个钢丝的扭转次数。经过轮番的国际投票，因为综合实力远超行业标准，2018年4月20日，由我方主导立项的桥梁缆索用钢丝国际新标准最终得以通过，这也成为在钢丝绳和缆索领域我国主持起草的第一个国际标准。从一个生产麻绳的合作社，到主持制定桥梁钢缆国际标准的企业，江阴制造的传奇还发生在纺织领域。重桑织棉，纺纱织造，江阴的纺织工业历史悠久。早在宋代，江阴纺织业就有着日出万匹，远销南洋之盛景。清末民初，产自江阴的雷沟大布享誉京华，而现代江阴纺织业已跻身国际市场。这座30多米高的方塔曾是江阴的地标建筑。作为当地政府主持修建的水塔，它见证了江阴纺织工业1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毛纺市场以沉闷的黑色、咖啡、藏青作为主要色系，单调而又缺乏竞争力。江阴毛纺企业创新开拓，努力进行技术突破，研发出100多种颜色的精纺呢绒制品，在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段像丝绸一样的面料其实是用羊毛纺成的，它的背后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我们86年建厂以后呢，我们首先上的叫精纺。这个精纺的产品定位就是高质轻薄，那么它对原料的选用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属于那种高质系列的。那么高质羊毛呢，它就是它的弹性呀，它的那个触感啊，就相对传统的以前的那种粗质羊毛呢，就有比较好的那种天赋性。随着技术的不断优化，江阴制造的纺织面料从国内领先迈向国际先进水平。如今，江阴在纺织业、新材料、微电子和新能源等产业领域创新拓展硕果累累。江阴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中心，从创新、人才、资本经营、政府服务等方面推动实体经济的创新转型。2018年，江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高达3806.18亿元。截至2018年，江阴有10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17家入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其中有2家企业荣获中国工业大奖。这一奖项在第4届评比中，全国总共只有13家企业入围，江阴就独中2元。时至今日，江阴已拥有49家上市公司。如果把江阴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实体经济就是它深埋地下的根，而运营良好的资本市场则是泽根润叶的雨露。根深叶茂的江阴，正以叶繁成荫、绿满成地的喜人景象，多年蝉联中国工业100强县市的榜首。创新者进，创新者强，创新者胜。有理想、有办法、有定力、有情怀的江阴人，勇立潮头，勇争一流。以人心齐、民信刚、敢攀登、创一流的江阴精神，创造了引领全国的县域经济奇迹。如果说实体经济是江阴发展最可依靠的物质基础，那么江阴精神就是再创辉煌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回望来路，
道不完暨阳风采，江流奔海任好风，展望前程，写不尽江阴风流，勇毅笃行攀高峰。